们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二十四式太极拳第三段的最后几个动作。还是先看我们把这几个动作做上一遍。好，我们从高探马开始。右蹬脚。双峰贯耳。左蹬脚。好，停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套路学的逐渐逐渐加大了难度，不过没关系，您只要跟着我们的节奏一定能够学会。好，从高探马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右蹬脚。第一动，穿手上步，把左脚轻轻微微提起，微微提起以后向斜前方上步，同时两手手背手腕处相搭。对，这先慢一点，哎，这是一个穿手上步，看提脚穿手这个搭腕的动作，然后弓步分手。好的，两手向下分手，不要停，继续收脚合抱，停，这有一个点地的合抱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下。对，节奏要放慢一点，微微提脚向前上步，斜前方搭腕，两手背相搭，然后两手手心向外分掌，收脚点地合手，合在胸前，手心向内，右手在外，左手在内。好，再来一次，穿手上步，弓步分手，收脚合抱。下面左腿支撑，身体立直，然后右脚提起，以脚跟为力点向外做蹬脚，同时两手分掌的同时，两手不要分得太高，从不要过头，然后向外蹬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下，左蹬脚，一搭手，二分收脚合抱，合于体前蹬。好的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从对在腹前，左手在腹前。好，一搭手分掌。好，提脚，这是一个点地，两手合在体前蹬脚，手向外分展，斜前方三十度角，很好。好的，停，这个手的方向，前右手和腿是同一个方向，如果我们是正南方向的起势的话，这就是东南角偏三十度这个方向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下面是双峰贯耳，然后去蹬脚以后屈膝回收，把左手向前，两手翻掌，手心向上，重心下落的同时，左右腿向前落步，两手收回到腰间，手心向上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屈膝出步，眼神跟随右手，弓腿两手握拳向前灌出，这个动作两拳眼斜向下，对，手臂弧形，两拳的宽度正好与人的头差不多宽。好，肘关节要下沉，合力，这一个合力，对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从这个提膝，好，屈膝开始，一落重心，弓腿握拳，眼神看右手。好，双峰贯耳。下面把从好起立，从高探马开始，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
上部搭手，上部搭手，向外手臂撑沿画弧，提腿分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好的，继续往下走，落。这是双分贯耳，下面继续屈后腿，转体180度，两呈侧的左弓步分手，再重心移回来，左脚提起做收腿合手。好，不要着急，停到这里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转身扣步，扣脚尖转180度，从东南角转到西北角。好，一，两手向外分掌，提，再提起来，蹬腿翻转出去。好，两手还是有个翻。好，停，手可以放下。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，蹬脚和翻手一定要同时，不要先快后，有先后快慢之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腿高过腰即可。一，移重心，收点地，先收，对，合抱，然后再提腿，力打脚跟。好的，停。好，我们把这三个动作连起来试一次。第一个，右蹬脚，上步搭手，弓步分，收脚抱手，提脚蹬出，提膝落腿，握拳贯拳，后移扣脚180度分手，收脚点地，两手合抱。好，停。那么您只要记住，当你提哪条腿的时候，这个抱手的时候，就是哪个手在外。第一个动作蹬右脚，是把右手合在外；第二动作转身回来以后，提左脚，就把左手合在外，手心都是向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呼吸配合上，做上一次。这是呼气结束，这里吸气搭手，分掌向外呼，重心下沉，然后吸合抱，蹬脚的时候是呼气呼，这里是落脚，吸气，双手贯拳呼。好的，转身分掌，吸气，蹬脚的时候还是做呼。好，停。好的，注意一下双分贯耳这个动作，它是形容两手夹击对方的头部，力大无比，犹如两座山峰落下来一样，所以叫双分贯耳。那么怎么样能达到这么种大的力量呢？就是说我们一起体会一下这个动作，您跟我一起做双分贯耳。我们移动重心的时候，这个力起于脚跟，然后由腿耳腰，看，起于脚跟，由腿耳腰，通于脊背，达于手，节节贯穿的一种力量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对，起于脚跟，从腿到腰，通到脊背，最后贯到手上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再把这几个动作配合呼吸，注意意念引导，再练最后一次。好，一穿手，分，收脚合抱，蹬脚，提膝，落脚，双峰贯耳。对，肘肩一定要下垂，不能抬起来。好，手和脚的配合要一致。好的，停。